好，嚟到呢个 partial variation 啦，咁就 y 等于 k 一 s square 加 k 二 over s 啊，因为 inversely 啊嘛。咁然后咧呢一度啲数嘅，咁你就可以代翻落去啦，即系s 等于一嗰阵 y 等于负四，咁所以咧 k 一加 k 二等于负四。另外咧 s 等于二啦，咁即系四 k 一。加二分一 K 二，因为咧你 over 二啊嘛，over 二即系二分一乘佢啦。你谂下你平时 over 二除二，咪即系乘二分一咯。哦，sorry 啊，我呢个好继续，咁咧就会等于五嘅。然后咧，当然就系咁 program 去计翻个 K 一 K 二啦。咁好快咧就会计到咧个 K 一咧就系二，K 二咧就系负六，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会变咗条 set 咧就系 y 等于二 s square 减六 over s，跟住你将负二代翻落去，咁啊即系咧八加三系十一，答案 D for dot。